兄弟们，今天来玩这个退退退的特殊关卡，放置角色要求不能超过五个角色和40能量。先来五个小恐龙，看看它独特的技能是什么。不可惜，平平无奇的大马伤害却是如此的惊人。这独特的能力，这该死的鸣人，我要败掉在他的16拳下。防御全靠退退退，输出全靠噗噗喵，还有远处加油呐喊的招财呀。大胃王猫猫一推一个舞，大马伤已经帅气了。我将蜗牛加360度回旋翻落了。命令推我过来。我是陈贝贝，是个侦探。从他王不拉几的身体和吃货的眼神中，可以推算出他是个混子。既然这样，我们就放置五个角色。不要问我为什么放置小恐龙啊，他只是单纯的凑数的呀。什么什么什么，竟然要赢啊！不必是开挂的柯南，所到之处必有凶杀。